卫星电视台。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水陆大斋法会除了为度六道群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等法界诸灵外，七坛之中也有为杨氏大众祈福忏罪而设，如梁皇坛拜送梁皇宝忏，即是大众带着己身的冤亲债主，借由在诸佛菩萨面前忏悔，由诸佛菩萨帮我们证明忏悔，来与冤亲债主解冤释结。而延寿坛则是恭送药师经，祈请药师佛慈悲垂加护，为杨氏最苦众生消灾解厄，解消世人之病痛苦难，赐福喜乐增寿。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元平法师。今年在我们庚子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赦灾水陆大法会，我跟我们三宝寺元祥禅师做伙来担任护持我们的延寿坛延寿坛。在我们这个水陆法会里面礼仪，我们有很多我们卫生圣教宗主上有向我们禅师设立了这个延寿坛、净土坛、龙凤坛、这个、内坛、华严坛，足侪在七坛一所，含灵所。那么延寿坛主要的这个咱设这个弘元禅师设这个延寿坛，主要是要来咱的身心大德，大家来祈福。这个祈福呢，就是要来消灾化劫，咱会当直接来祈福。延寿坛是设立在咱的卫生间殿，和咱的神仙大德来遮祈福，会当祈求咱合家平安，个人的平安、合家平安、事业的平安，内底有恭喜，咱这个长生入位，长生入位，和咱会当不管咱伫这个生活上、事业上，还是咱的家庭，还是咱的足侪足侪的遮代志呢，伫遮来祈福。祈求咱个人咱会当来平安顺利，平安顺利。所以延寿坛即马目前就是由咱弘元道场三宝寺咱即个师兄师姐干部，因为来所有来护持，护持呢来帮忙咱的神仙大德吼，会当来入拜，入拜即个延寿坛内底来遮祈福。咱上云下元禅师，伊嘛恩请咱这个高僧大德，高僧大德来伫咧延寿坛啊，伫这个七天内底，咱水陆法会七天内底来恭上诸经，恭上诸经啊，由咱这个学员同修信众，买当来随香，随香进入大城来礼拜，来上经，来念佛，祈求家己的平安以外，买当祈求这个功名、文昌消灾化解。所以伫只欢迎咱所有的神仙大德。那每一年弘元禅师拢有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咱要来你拢来当来参加这个报名，来参加祈福。除了讲咱来超拔咱个人的这个立祖立宗。咱的这个祖灵，买当来超度咱的这个万亲祭祖，
完成这组，甚至第二组，甚至英灵，甚至讲你来江西啊，这个大人类大牌，吼、哦，啊来超度受访有缘啊，这个法界众生啊，拢会杀的，哦，所以伫只啊，祝福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身体健康、顺遂，好、哦，阿弥陀佛。昨日晚上为止，内坛已经完成请下堂以及受幽冥界的法仪。堂十四席六道众生都已召请入内坛听经闻法，接着由金刚上师为他们受戒、行忏悔及三皈依。这是水陆法会内坛相当重要的仪轨，幽冥众生得以受戒，斋主及参与法会超度拔剑的大众，带领祖灵、冤亲有缘、冥界众生皈依三宝。让六道众生能够心开意解，受戒修行，发大愿心，永不退转，断恶修善，就能成就佛果。至于六道众生受戒后是否能心开意解，获得信愿行具足的殊胜功德，就要视其福慧因缘而定。如果生时善根微薄，后世子孙最好能代受几次幽冥戒，祈求神佛加持护佑，早日脱离幽冥界，往生善道，才是大孝的真意。水陆法会中另有楞严坛及诸经坛，由戒德高僧来恭诵楞严经以及圆觉经、金光明经、佛说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等大圣经典。楞严诸经坛设于仙佛寺最早之建筑极乐殿当中，必便诵经僧众一心无碍，
此坛于法会中以谢绝信众参拜，楞严经又称大佛顶首楞严经，其内容直指真心本来面目，于佛教诸经中代表正法之注释，诸经坛所诵大圣经典亦皆是佛之妙法真意，由众僧宣读恭诵，为法界代佛宣说奥义。今日是农历6月5日，水陆法会法仪已近尾声。天机坛中供养世界196国天温煞神的法仪，今日起见南方坛，我们来聆听宗主为我们开示。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台湾2300万的同胞，及当下地球世界196个国家。所有天文煞神和会大众，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6月初5，是我们庚子年护国奇灾水陆大法会的第五坛哦。尤其天机坛将各位同修在同心同德恭送经宝，已经有2200万的功德天，我们要交旨回向给天恩煞神。所以这段时间来大家都很辛苦，日夜诵经尤其我们在维新圣教天机坛由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法师，还有我们法工志工无怨无悔的来为地球世界196个国家来祈安消灾，这个精神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当下性大家的爱心的花露。那么我们从第一坛到现在来已经一一的将功德天来回向目前已经有28个国家从生坛到现在来都保持平稳的这个成果我也相信我们到今天圆满之后，明天以后就会渐渐的趋于平缓，这是上天的慈悲，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这是我们值得庆幸天恩是有因果力的，因果业报不是不报凡是人在世间上不相信因果而制造各种武器
要来伤害他人、侵占他人，那到最后来，只有天，好来严惩，所以因果业力的报应啊，是非常明显。在这一次庚子年，已经让我们了解到、体悟到，因果业报的问题。所以我们，本着修行的，天命和个人的本愿，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以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先求自己的安定，再回向给身边周围的人的安定，更扩展到地球，世界所有众生的安定和平安为宗旨，是我们修行的真实意，也是宗教的真实意啊。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进行到南坛，北极、南极、东西，北都已经圆满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最后一坛，好，那是南坛。我们现在就请黄辉煌组长来报告这个疫情和国度。那今天是庚子年6月5号，也是我们第六坛南荒坛。那前面五个坛程，我们已经召请了164个国家，含今天32个国家，一共是196个国家。那今天32个国家分别是不丹、博扎纳、厄立垂亚、纳米比亚、甘比亚、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安提瓜和巴布达、东帝汶、格瑞纳达、圣露西亚、贝里斯、辽国、斐济、多明尼克、圣克里斯多湖及尼维斯、梵蒂冈、塞西尔、西撒哈拉、巴布亚纽几内亚、牛尼旺、马丁尼克、新克里多尼亚、波多黎各、库拉索、格林兰、圣文森特和克林纳丁斯、圣巴索米、关岛、圣马丁、法属圭亚那、直布罗陀以及北韩32个国家。好，我们也期盼天公慈悲、上帝慈悲、阿拉慈悲能加持其他国家能够一天一天的平稳下来。在早上刚才我们源自法师他护谈来和报告说，是美国这个灯灭了再点再灭，这个启示美国的疫情还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也期盼天公慈悲众生的无辜、众生的糊涂都是少数领导者的野心家的失去了理性所以引起的众生这么多的灾厄我们也非常的同情感觉可怜与可悲。我们唯愿呢这个法会在台湾深谈之后能够将这个功德呢来回向给世界196个国家这样的话我们渐渐的会稳下来这是缓解缓延缓的缓缓着缓解就没有办法达到当下的消灾化解。这缓解缓解是让众生能够反省
能够忏悔啊，如果能够忏悔、反省、忏悔的话，啊，这个呢，啊，就能够消灾化解。这只是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啊，给我们的机会，啊，我们呢唯愿呢，啊，将2200万的经宝功德，来如数的回向，啊，祈求天公赐福。啊，天公加持，天公下罪。至于2350万，数目还没达到，啊，我们也在这个法会圆满之后，啊，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继续在家里诵经，啊，达到2358万的数字。台湾人民的数字，最晚我们要在6月19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38周年啊的日子呢，啊，能够啊来交旨，啊，这大家都功德无量啊，啊，那我们今天啊就继续。大家努力来，啊，为国来救道，为整个全人类，啊，来做消灾化解和祈福，祝福各位。水陆大斋法会每天都有数量庞大的志工用心维护着各坛法务的圆满，他们坚守岗位，无怨无悔，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及老祖师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大愿，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辛勤的工作，听听他们法喜的心声。那我来当法工，主要就是说啊，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我们老祖的功德力，然后来让我们台湾能够更平安。那我们法工来这边工作，我们都是随机哈，我来这边是随机的，哪个地方有缺，我们就过来。然后我希望啊，在这次的一个法会里面呢，能够很圆满。然后每位法工、每位的师父、每位我们的师兄师姐都能够很平安，然后会所谓的叫做我们应该讲说是一个法会充满，然后大家幸福平安。哎，我好像101年就来读易经学院，就在大安寺读。那时候我们法师就带领我们一直在做志工啊，我就觉得做这个志工非常好，很殊胜，所以我每一年都有。那我们前3年是在内坛，那后面这3年，今年是第6年，就是后面这3年都是做普桌的工作啊。普桌的工作跟内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边的工作就是早上我们就是7、8点开始，做这一些，把这些贡品都摆上去。然后摆上去大概要摆到下午的时候，一天大概3000多桌，然后把它摆完之后，那现在就是到了下午4点左右开始点香跟插旗子啊。之后呢，我们到了差不多7点的时候就要到梁王坛去禀报那个消灾文书，那禀报好之后整个梁王坛那里也结束，再开始收普桌。那我们大概要收到10点多，也是把这3000多桌的那个普桌全部再收好啊，就是这样连续我们大概法会有5次的供桌嘛，对。然后在这边我会感受到说每个师兄师姐都是无畏师，然后都是用很热情然后很开心的心来护持这一次的法会。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法会都是需要很多的财力跟人力物力，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然后可以跟各位师兄师姐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早上是做那个，反
来辅助，我觉得很开心。虽然是比较辛苦，但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共同完成辅助的部分。然后下午的部分的话，我是帮忙知会长的部分，就是说知会旗回来的时候，帮他们就是说知会旗上面贴标签，然后看他需不需要，就是要那个有没有需要设联位这样子，帮他们做这样子的服务。对，觉得还蛮开心的，来这边先我是做法工。好，这法会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年一度的大会，那对祖先大牌位等我们的先灵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所以我们非常慎重，而且尽全力包括三重教室，包括各个道场，尽全力来扶持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盛会，所以大家都齐心协力，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完成这个使命，非常感到荣幸可以参与这个盛会。那一年一度的大会，虽然今年有遇到疫情，那在师父的加持之下，我们仍旧努力把这个金的总量冲到最高，然后完成师父的使命，那来对抗这个疫情，希望这个世界永和平。这次来当我们随路法会净土坛的全程的志工，在这里真的是欢喜心受，因为在这里做的真的很累，但是心情很轻松啊，所以我也是鼓励大家能来当义工，来当志工，可以真的感受到被佛加倍的感觉。这次我参加全程的法工，那这次就是刚刚我们那个陈志云班长，其实他有跟我分享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心得，他说我们来参加法工，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是净土坛，我们会知道净土坛所有的流程啊，比如说像有些我们的同修啊，我们的学员，他们来会就说，哎，为什么诵经师在诵经的时候不可以进入里面上香？那以前我也会不了解，因为我们一年参加法会可能就这么一次，他们就说啊，我们就赶从台北赶下来一个时间点，想说赶快圆满哦，祖先冤亲债主。那其实我们参加了一整团的这个整个的流程仪轨，那我们知道一些真实意，其实这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有帮助。那做法工这段期间，越做会觉得越开心，虽然天气还蛮热的。此坛水陆法会的内坛，由土城安心道场住持圆聪法师、法务代理圆干法师与圆英法师、远线讲师圆正讲师及各界正旗班、初级班显示同修护持圆满。位于维新圣殿的延寿坛以及榜文、浇面大士、伽蓝菩萨、韦陀菩萨，则由三宝寺住持圆松禅师及丰源道场圆平法师与维新显示讲师及各界正旗班、初级班学员同修护持圆满。华严坛、法华坛、大佛四大天王的布置及护坛，由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孝心道场住持圆主法师与各界正旗班及初级班全体同修共同圆满。韩灵所与登高坛、镇坛将军等，由八德道场住持圆品法师召集八德道场头份教士、各界正旗班及初级班显示同修一同圆满。天机坛由苏澳道场圆智法师及台中道场圆义法师召集同修们共同圆满。南黄坛与祁隆观音，则由高雄道场圆普法师和高雄道场同修们共同来圆满。净土坛由泸州道场圆峰法师带领圆寂法师、圆敏法师和泸州道场同修们护持圆满。楞严诸经坛，则由竹南道场圆愚法师和苗栗道场圆义法师带领同修贤士一起护持圆满。
除了以上七坛一所，另有堰口坛的布置、超度莲位文殊禀报以及普桌的摆收，由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桃园道场住持圆鹏法师暨志工大队大队长陈金座显示，召集队员和学员同修们配合圆满。法会开始前及圆满后的接送宗旗以及御圣，由基隆道场圆堂法师召请道场各界正旗班与初级班学员同修共同配合圆满。感谢所有贤士同修们发心护持法会圆满。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天机坛中为世界各国祈福的法仪也将近圆满，我们再次来聆听宗主开示。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及台湾人民乡亲，即当下地球世界196个国家天文煞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时间过得真很快，六天的祈福祈安消灾化解大法会很快转眼已经到了第六坛南坛。在这六天来，我们所秉持的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目标在努力，也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法师不断的恭送诸经，也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会所有董事们以及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教务处及各单位一起护持诵经、再诵经、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33经，总共我们送了2244万部的经，这个功德我们一概全部来回向祈求玉皇大帝的慈悲、黄山老祖慈悲、诸佛菩萨慈悲加持转施，经宝功德回向。今天已经第六坛是南坛地球由北向南，然后由南向北自转，由东向西，东西交替，
南北交替，合成十道天星。这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驾慈航他的终极目标，十道天星合纵连横的上圣心法。我们努力的修行，啊，努力的在念经，在持咒，我们的目标就是天文永续，天灾永续。虽然短短六天，已经从今年的去年的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天赐福，四月四金钟响，五月五正气开，六月六正和平，见和平，见太平，七月七灵归心，八月八八卦心，九月九瑶池金母收言，大慈大悲，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一家亲。到了双十，啊，正视线十道天星，台湾平安好过年。啊，我们才了解王禅老祖要去守护着地球的平安，所必须要有长远的眼见和这个信心。所以我们维新弟子们的慈悲心和大的爱啊，开创五千年来从未有的宗教与文化融为一炉，所以才有今年庚子年武汉会员啊，这个正事来得汹汹，让全球人类束手无策啊，唯独台湾虽然有惊吓，但是没有危险的情况之下，政府的领导能力、官员的领导能力和应变措施，以及全国人民啊大家的福报、福德因缘，让台湾终于平安了。再加上王禅老祖啊，仰仗玉皇大帝的赦罪，让台湾平安了。台湾平安，我们当然我比较平安了。啊，既然台湾平安，大家兴高采烈啊，享受啊这个温馨的家庭生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疫情它是隐藏性的啊，120年转一次，60年视线一次，这个是非常让人不安的。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啊，细菌啊，它并没有消失，它是隐藏起来啊，那么让我们众生摸也摸不着边。这个在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人间要有爱，要有慈悲心啊，不要只顾个人的享受而忽略了天灾什么时候会来，你也不晓得，我们都不清楚。
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创办了台湾新兴宗教维新圣教，视为世界新兴宗教啊，广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炉的上圣心法，而要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我们我说维新贤士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将所信送的经宝，一阶段性的天灾经宝啊，来恭送来回向。所以从任续年到现在来整整38年啊，王禅老祖导教慈航所完成的消灾化劫，总共刚好武汉肺炎刚好满38年啊，消灾化劫100件啊，这是我们台湾人民的福报，也是地球世界人类的福报啊。有人在疑惑说啊，你们维新圣教啊，对人类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人类的贡献不是用嘴可以讲的啊，最简单就是2007年武汉肺炎，不是那个天坑地洞，还有补天臭氧层破洞，我们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在短短79天的时间，大家恭送64万部的天德经的经宝，和佛说阿弥陀经20万部的经宝来回向啊，仰仗500尊者罗汉大如来的神通力，将臭氧层啊补了30%，整个的地球人类的危机就解除了。啊，这个即是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接着下来，SARS、禽流感、伊波拉病毒、富士山的火山、美国黄石公园的火山，啊，即将爆发。王禅老祖圣世维新圣教，也由圆松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和全体维新弟子共同恭送诸经，还有依照法仪来做超度消灾化解，也都在预定的时间都圆满了啊，危机解除了啊，这个也都是短暂的，但是这个灾厄还是隐藏起来，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平时就要有防患未然啊，以其无所生啊，就是要先平时的自己自修。心是大无其外的包容宇宙虚空啊，细无其内的进入每个人自我的心田和大地众万生万物的心中啊，天心人心万物之心与人心合而为一心啊，这个即是维新圣教的真实意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我们今天已经第6坛了啊，正
符合易经卦水天虚，六是坎卦水水，天呢视为啊这个天道，所以水天虚啊这出爻化动啊这三天大水天虚啊出爻化动就水风景啊，水风景呢枯井生泉，我们预防这病菌在什么时候它又会在萌芽再出来，那可能就在第六十年啊又会再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运在运行，那么我们鼓励各位同修，我们2358万的精宝务必要达到，在农历今年农历6月19日王禅老子导教慈航之日，我们务必达到2358万的精宝再来总交子啊，所以啊我在这勉励各位，我们要达到天温永息永永远远平息下来啊，我们可以安安心心的随心所欲在修行，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啊啊，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再接再厉啊，这六天来啊大家的辛苦啊，各位的努力辛苦，我除了感恩以外还是在感恩，还是在感恩，谢谢各位的共同合作，大家同沾华裔啊，也祝福各位啊大家身心健康，家庭平安，事业顺利啊，吉祥如意，社会和谐，天下一家亲，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